请坐。我是我们一组哎，谢谢。OK， 应该不会临时被换掉，对不对？OK， 所以蝶香看到你的队友之后，你的感想是？不错啊，就是才不错而已。我跟你讲，挺好的，就是才挺好的而已。其实这一次的环节是合作赛，然后我不知道我的合作对象是谁，然后我希望是饶舌歌手，最好是艾文，比较。知道的饶舌歌手可能是艾文，屁孩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，然后无非还有另外几个，我觉得比较没有沟通过吧，所以应该艾文还不错，挺好的，就是才挺好的而已。觉得现在你知道，就是大家都还有辣的啦，但是没有那种组合感觉，就是你知道整个哇很激情感很重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有一点。荷尔蒙味道重，荷尔蒙味道重一点的歌，对，蛋堡有一首叫 I Want You， 啊、oh, ，I Want You 那首，对，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用那种改，就是保留它的副歌，就是你，我觉得你可以，因为我觉得你可以唱，你比较会唱，所以你可以副歌跟你的 verse 的地方，就是放多一点， uh-huh. 副歌就是我觉得可以合音啊， uh-huh. 然后你的 verse 的地方，我觉得好像可以就是一些饶舌，然后配旋律，对吧？啊、oh, ，可以。对，我觉得这样的话还蛮可以。然后我就负责纯饶舌，这样也不会谁抢谁家。对。然后一个人一个 verse 这样，然后就可以有一个，我觉得就可以那个荷尔蒙味就够重。对啊，我觉得妥。可以。OK。哎，我们很快，这样会不会你知道让你们没办法拍到什么？我们讨论的太快了，对。有没有其他组是吵架的、啊？对，我们要不要打一架？对。我不会，你怎么要的？就弹舌啊！对，追逐它会乱飞，别人别想送你迷迭香，别人我想说我迷迭香。对。OK。I want you, girl. 想双子座的不太爱 social， 马太不做只爱饶舌歌手，不敢进攻。我害羞，辣的帅的叫陷阱。OK。只能接着我有自信。今天刚好买手机，但没关系，你有点皮，皮还贴身在一起，像夜歌里面加蜂蜜，节奏突然变得超级舞。I want you, girl。屁还给香，谢谢。I want you。其实我们两个蛮有默契的，就没什么状况，对吧、啊？我小感冒了一下而已，对啊，感冒啊，小感冒，但应该可以啦，说的。你们彩排之前练过几次、啊？两次，我们练了两次，然后还蛮一拍即合的，对，所以大家就上台感受一下。好。小雨老师叫我们不要过度练习。也是这样。对。我本期要讲，因为屁孩其实舞台经验蛮多的。对啊，其实我蛮讲，我前几天还有去。资讯屁孩就问，就跟他说我很紧张，然后他就安慰我一番，然后我看讯息还看他哭。你看到哭？我刚不好意思啊，各位。超暖，那你在吗？没有啦，我就说，就是你在台上，因为我们是在互撩嘛，你就对着我唱，然后我也对着你唱，这样在这个两人世界里面就不会紧张。对，他说一句很暖的话，他说你只要看着我，你就不会紧张了。各位观众，不好意思。你这样突然这样，我很害羞。好啦，加油啦！没事。OK， 送自己可以，谢谢。
One C 的，牵手我觉得就是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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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比较不会乱。我们把我们碎的动作，就是再减少一点。OK OK。你们这样彩排觉得状况怎么样？我觉得刚有点乱。对我自己的感觉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对好声音，对好大概的动作，但是因为那个距离我们还在抓，所以我们干脆一直有一段前前后后这样。对，可是我有点把他拉太过去了，就是动得太还好啦。我觉得是默契问题啦，我们在台上的默契刚刚还在培养中。对，但你觉得这个表演是在状态内的？你的表演经验那么丰富，你觉得这是在状态内的一个表演，是适合拿来跟其他组合？我觉得现在这样真的还是有点太乱。对，现在因为今天这样，因为还在抓那个节奏，所以不在那个状态里面。其实，但是我觉得等到我们把定好，就是说我们就是谁靠近谁怎么样这样动之后，其实就会在状态内了。那他饶舌的部分，因为他也饶了很大的一段，那你觉得是 OK 的吗？我刚有抓到吗？第二次竞拍有点不准，但是对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到时候可能可以用一个方式提醒你一下，要准备竞拍了这样，所以应该是妥的。对啊，我觉得要更在那个音乐里面，对，就是跟着听老师的音乐跟着那个进去，因为毕竟现场跟卡拉老师还是有点不一样。想法才会先泛起，你知道我叛逆，但饶舌歌手总是得要装淡定。森林之王，也许虚惊一场。蜘蛛之王，发现让他激荡，别太迷惘，也别再多做抵抗。保证不同以往，先把眼闭上，别讲别笑，别理会下，别写讲别笑，别讲我们先听你接下。也笑，对，咖喱的也笑，看我邪要再带你见爹娘。但饶舌不乱追溯，不乱飞，但我怕蝴蝶不追逐，他会乱飞。别人别想送你迷恋香，别人。街头可否？我害羞。拉比帅哥掉陷阱，众人皆醉唯独醒。Wanna know your end to me? Get close to me, we end up here。你我是否亲爱的 ？Yeah baby, so be low key。今年刚好满十七，但没关系，你有点皮。皮还越想在一起，像烟歌里面加蜂蜜，节奏突然变得着急。I want you, 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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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nt you
会只是一瞬间 ，maybe 就像一阵烟，但我可以给你一整天。But I want you, yeah, want you, now I want you。你觉得他们刚刚唱的怎么样 ？So hot。就你知道我刚刚看到什么吗？屁孩很开心的在跟母狮子在那边，完全忘了他的队友被那个待定的事情。